干，看清楚了，你冷静点。林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有人欺负你吗？啊，我还好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怎么就像……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们没时间闲聊了，谁树病得更重了，星辰你得赶紧回去，会蛇目族。对，哎，你不是会那个什么青囊术吗？你赶紧逃出去啊！不行，我走了之后你怎么办？没事，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办法啊。去吧。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呐！之前我那么对你，其实都是乔震天逼我的，他想除掉你。什么？我看这话，就是他放的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这儿肯定有后门，赶紧走。走。 火挺大啊！是，这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起火了呢？管他怎么起火呢，本来我还正在发愁怎么处理木星辰呢。不是那局长，那咱还救吗？救啊，当然救。但这个得等到救火车到才能救吧。表哥，快救火呀！救？着什么急啊？ 这么大火也得等到救火车到才能救啊！不是，叶小姐在里面呢。谁？叶云长啊！什么？赶紧救火呀！是是是！局长，火太大了，进不去，给我想办法。这火要灭不了，我灭了你们。局长，火太大了。 已经没救了，云长。
你怎么样？云城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。我能不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？你喜欢我吗？ 喜欢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起来，来来来，走，哎，好了好了，走，快走吧，走走走，来这边，你们怎么出来的？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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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乔振天，你知不知道你放火烧格林去死了多少人？你误会了，这火真不是我放的。不是你放的，我还知道你让他们在里面欺负穆星辰，要杀了他。不是我，我让你滚！ 小心！别！哥哥，振天，振天！我真的没有放火。给我追！是。哎，队长。 出来！追！
怎么样，还没醒啊？云城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你身体还没好呢。没事儿。我听说乔局长中了枪，可是没有打中要害，很快就能复原。可星辰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出现了衰竭，这要是换做别人，早就死了。他能撑到现在，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。云长，火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事？只有星辰他变成了这样。我当时晕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云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兽医的性命，其他的事以后慢慢再说吧。嗯，那我先去给他再弄点药吧。星辰。星辰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。上天保佑，只要让星辰活下来，让我少活十年二十年都愿意，要不然拿我的命换也好。大傻瓜木星辰，你不能死，你快醒醒啊！云长，你一定救活他。云长，星辰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不行了呢，云长，哭的时候太难看了，笑一笑吧。笑的时候才好看。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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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星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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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，星辰，你醒醒。
看，神树，你看神树怎么突然就哭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这是？神树怎么哭了？对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神树啊，神树完了，是吓死了，全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星辰，你怎么了？星辰，你没事吧？星辰。星辰，你怎么了？云长，你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星辰，星辰的毒还是没有痊愈，这药也吃了，针也打了，怎么没有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云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你回去休息吧，云长。没关系的。云长，你在这儿只会影响我给星辰治病。慢点傅文轩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穆医生从熊熊烈火中救下了隔离区的病人，我身为市长，特意来看看他。星辰因为火伤，病情一直在恶化，我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看看。伤得不轻啊！该用的方法我们都用过了，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这样下去，我怕他都撑不过明天。阿瑶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星辰他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倒是你看看自己，满脸憔悴，肯定整夜都没有睡觉。我没事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救星辰。文轩说的对，阿瑶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文轩。带阿瑶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走吧，阿瑶。
叔叔，怎么是你啊？当年你救过我一次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为了救小爹的性命，执意偷盗圣果，一再违反族规，被你爹打成重伤，关进地牢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是你潜入地牢为我疗伤。 你姑娘，我们叔侄情分，私自放不走，这个情，今日我也算是还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你。救了我，你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 你快走！现在我还给你。 从此以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现在教你青囊术，助你解毒。 决心静虑，精神内守，气归丹田，生生不息。寥寥真空，色相迷，发笑长存，不落空。 云长，云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去看看穆星辰。啊，依附在里面照顾他呢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上官叔叔怎么来了？啊，星辰这一次救了这么多人，我父亲特地来看望他。还有，你们就不用担心星辰了，星辰肯定会没事的。你怎么知道他肯定会没事？星辰他医术高超。 肯定有办法治好自己的。哎呀，你们就别担心他了。待会儿等我父亲出来，你们再进去看星辰吧。 谢叔叔悉心指点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在隔离区用了青囊术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以后你是去是留我不管，但如果你敢暴露我的信息，我要整个叶家的人陪葬。我来这儿只为一心学医，跟叶家。 毫无瓜葛。如果你想保护他们，就给我守口如瓶。那你得答应我，不再培育杀人虎蜂。你敢威胁我？
现在已经不需要护风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星辰，你醒了。云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啊。星辰，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像完全没事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好了？这是义父给你治的？啊？啊，不是，可能是你刚才给我的药起效了吧？师长看我没什么事儿就走了。阿瑶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来啊？没多少，义父。嗯，父亲。嗯。啊，哦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啊，多谢义父救了星辰，我是替他来谢谢您的。其实我没做什么事，是你们医术高超，才把他救了。虽然不知道星辰是怎么痊愈的。但义父您就是他的福星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您。楚天瑶，你跟穆星辰什么关系啊？用得着你这么费心吗？文轩，你有这份心，我一定会成全你们俩的。谢谢义父。楚天瑶，人家穆星辰喜欢的是叶云长，你就别自作多情了，行吗？文轩，再说了，一个人如果无情的话，你对他付出再多也得不到回报，我不就是个例子吗？你有完没完？啊！义父，那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文轩。人家阿瑶不喜欢你，你死缠烂打干什么呀？你醒醒好不好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儿子呀？说什么呢你？阿瑶，阿瑶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喜欢穆星辰啊？好不好？文轩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在这院子里一块玩吗？咱俩的感情啊，就像亲姐弟一样。阿瑶，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接受我，不喜欢我呢？文轩，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强求的。可我就是喜欢你啊。可我现在喜欢的人是穆星辰。
你说啊，我昨晚做梦，梦见好大一片花的海洋，我们就在上面翱翔，特别开心。要是永远都在梦里就好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小姐，啊，没事没事。